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困难的选择，甚至你自己创业，也希望你的订单可以快速消化呢？这些商业行为是许多学校不会教到的商业操作，你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准备的商业思维，让你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快速学习到消费的行为模式。当你学会这些技巧，你可以不会再掉入商家设置的购买圈套里面，而最后导致你购买之后产生后悔。如果你是老板，你也可以透过这些商业操作学习到如何了解消费心理学，让消费者可以快速选择消费购买，间接的帮助你的事业达到快速成长。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提升这些商业思维吧。每一次看球赛，结果支持的球队就比分落后，狂掉分数，难道真的有比赛魔咒吗？是我带赛吗？真的我有超能力才能够透过隔空观战影响战局吗？真的看比赛，为何每一次支持的球队就开始落后成绩呢？我真的是带赛吗？其实观看每一场球赛，没有人想要错过，尤其是决赛，更是令人血脉喷张，呼吸困难。可是真的是因为自己观看球赛导致支持的球队输球吗？我的朋友都说我带赛，真的吗？难道我是输球魔咒？如果你真的去了解真相，球队输球根本不是你隔空观赛错误造成。其实科学家揭秘，为何每当你看球赛就会输球收场，这是常见的鸽子的迷信的概念。何谓鸽子的迷信？那我们透过史基纳教授来解释这一切的情况。史基纳教授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他在1958年到1974年间担任哈佛大学心理教授的职位。史基纳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作家、发明家、社会学者及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是行为主义大师，他提出了工具制约的原理，主要在于动物发现行为是跟结果有连结的，因此行为就会因为结果的不同而有所增强或削弱。例如有一个实验是在一个箱子内放上一只鸽子，训练鸽子经过学习左按钮行为动作，就可以得到掉下来的食物的结果。因为鸽子不断地获得食物，就同时会增加鸽子左按钮的频率。规则是史基纳教授操作中，无论鸽子做任何行为，每隔15秒就会掉下一颗食物，鸽子就会吃掉这颗食物，反复动作进行。其实掉食物跟鸽子的行为动作是没有关系的，但是食物会让鸽子和行为将结果串联起来。而如果当现在有持续掉下食物而没有行为，那要如何连结呢？结果却是鸽子就会开始乱连结。当鸽子在给食物的时候刚好转圈圈，最后鸽子会以为是转圈圈才掉落食物，所以就会不断的转圈圈。而当鸽子刚好点头之后掉落食物，鸽子就会以为是点头的结果造成，之后就不断的点头，希望食物一直掉下来。这些行为都让鸽子误会是他们做了这些动作导致获得食物的结果，可是偏偏是食物每15秒就会掉下来，跟鸽子的行为是无关，所以非常确定鸽子是误会一场了，而导致非常出现好笑的行为动作。史基纳教授将这些研究投稿到心理学刊，篇名叫做鸽子的迷信。而我们也发现，其实和鸽子实验比较，我们会了解人类也没有跳脱这样的行为现象。就像比赛中很激烈的状态下，我们虽然不在场中，也希望能够透过一系列的自以为是的动作，想要来试图影响比赛结果，其实是非常好笑的逻辑。而这种行为正是鸽子迷信的概念。最后结论常常是不要再以为自己是影响最终比赛掉分输球，其实是我们自己想太多了。可是即使如此，许多人知道还是希望能够融入比赛当中的氛围，虽然看起来很好笑，但是我们还是要肯定他们，毕竟这些非理性的行为有点蠢，但是如果在心理健康的角度上这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也是可以接受，毕竟我们经常也会把这种连结的方式用到生活上面。
而产生控制感，缺乏生活控制感反而是不利于身体健康。如果下一次我们在看到有人在比赛当中做了一些弥补心理层面的仪式动作，我们也应该用鼓励和支持的心态来看他们。所以下次跟韩国比赛嗑泡菜，跟意大利队比赛吃意大利面，但是如果是最后还是输球，也不要太责怪自己，因为真的没有任何连结关系。控制错觉又是什么呢？控制错觉就是指在环境不可控制的情况下，自己却认为可以对环境和事件的结果产生控制力，而造成一种判断上的偏差。人类有时候的确会过度高估自己的能力，尤其对结果和偶发事件的控制能力，以为自己可以影响这些随机的规律所决定的结果，例如彩券抽奖。另外，社会心理学家也提出另一个实验，控制错觉的概念，就像是我们掷骰子，如果你想要掷出比较大的数字，你就会用力比较大，相反的，如果你想要掷出比较小的数字，你就会用力比较小，以为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来影响掷骰子的结果。心理学家发现，这些不切实际的乐观会让自己以为会比别人经历更多幸运的事情，例如能永远健康，而可以比别人遭遇更少的不幸运的事情，例如我不会得癌症。控制错觉的现象其实存在于各生活日常当中，例如赌博的心态、企业经营投资的决策、医院病人健康的心理层面等等。就像心理学家也曾调查，人们对于自己在生活当中普遍存在一种控制感，控制感是一种人类的基本能力，它是建立在安全感和成就感上面。如果当人失去了控制感，生活当然就会感到失控，极度缺乏安全感，而每天感到充满不安，这也是不乐见的。所以基本的安全感要得到满足，人们就会去追求成就感，当然也会需要对每件事情有相对的控制感。而如果一个人的成功失败完全不能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改变，那么就会减低人们去追求成功的自我实现。所以人们有计划地安排自己想过的生活，也是一种控制行为的表现。例如我们会自己决定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什么时间和什么人见面，这一切都是为了表现出我们始终在控制我们的生活方式，最后会造成产生一个控制错觉，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控制，当然更有一些投机的行为也是如此。人们自己认为投机的行为不会造成损失，但事实刚好相反，因为认为自我控制太过于自信，反而造成容易失败结果收场。例如我们在操作股票交易当中也容易产生控制上的错觉，我们越是想要证明自己的分析判断分析正确，就会去回避选择听不到警讯的判读资讯，而盲目的相信选择股票会上涨，结果当然是误判，而造成巨大的损失，这就是控制错觉。心理学家曾经对一间保险公司的内部员工发放了一批彩票而做的实验来印证控制错觉理论。首先，员工可以花上$1来购买自选的彩票，当然彩票可以电脑选择来购买，这样就有机会可以中$100,000的巨额奖金。等员工购买完毕之后，心理学家让公司和人员协调，希望可以购买他们手上的彩票，结果电脑选择的彩票转让价是$1.6，而自选彩票的转让价却是$8.6。如此大的差异让心理学家们调查自选彩票的员工为何会提高转让价呢？员工们表示，他们觉得自己选的彩票中奖的几率会高一些，这就证明控制错觉理论正在影响我们。所以当你不想要被控制错觉理论印证成功，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对自己认为可控制的事情过度自信，最后反而会产生反效果，甚至产生了损失而非常后悔。适度的在决定事情之前可以请教专家，听听他人的意见，反而有助于好的结果。
什么是固定行为模式？在面对很多计划的决定，例如在购买的行为上面，其实我们也往往面临很多决定的困难。而对于企业主来说，如何了解客户的固定行为模式，而达到快速销售，说服客户购买也非常重要。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商人在亚利桑那州开了一家印度的珠宝店，店里进了一批绿宝石首饰，可是却一直销售不佳。当时正面临旅游的高峰期间，店里总是待满了客人。绿宝石首饰的品质很好，价格很低廉，可是就是无人青睐。为了尝试卖掉这批绿宝石首饰，商人决定把它放到最显眼的区域，可是依然没有成效。最后因为他要出门采购，所以直接留了字条给销售店员，本区域的所有物品价格乘以二分之一。虽然自己潦草，但是商人希望可以即使亏本也要销售清空。几天后，商人回来发现居然全部销售一空。当然他并不惊讶，因为毕竟是亏本，可是店员把二分之一看成了二，导致所有的饰品宝石比原价贵两倍销售卖光。商人感到非常惊讶，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是这些观光客被启动了固定行为模式，而导致绿宝石被抢购一空。更简单的解释，这些观光客对于绿宝石是认识不多的，可是当绿宝石变成贵上一倍的时候，他们就被开启一个审查动作，就是贵等于好，不买会后悔，最后导致所有人互相影响而产生了羊群效应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想要理智的消费，应该避免掉羊群效应，并不是贵就是好。相反的，如果你是老板，你可以藉由这种操作模式来建立你的商品价格，达到产生固定行为模式，这种操作就是互相影响的商业行为。